所有女生，这个是初修的口红，你们拿到，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样子吧。你们拿到的时候是这样子，拿回家这样子，它是一个新国货品牌初修，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流苏，然后这个口红的包装也很有质感，然后所有女生颜色有很多支，一共有12支颜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支颜色。我跟你说，你看上去这么深，但涂出来，这个秋冬天你一定要有一支这支颜色，好美，这支颜色很美，好看吗？你秋冬天这支颜色必备。我跟你说，老板真的再生产20000支这支颜色 ，Y06 这支颜色真的美，是不是好看？我跟你们说，来庆庆给你们涂，你们说扎喜凡涂什么颜色好看？我要庆给你们涂一下，你看上去很黑，但是它涂出来真的很绛红，很姨妈红的感觉。这支颜色我很喜欢它，我超爱这支颜色，就是里面涂深，外面涂浅，就锦绣未央在这边 ，Y07 号锦绣未央，超美的一支豆沙粉。Y 是雾面的，雾面哑光的，对 ，Y 开头的是雾面的。然后R 开头的是滋润亮泽的，而它的里面的味道是精油味，你闻它上很好闻的香味，是不是？它的口红是精油香，你们看信徒的 Y06 就真的很好看，很高级，这支 Y06 号色就很显高级的一支口红颜色。嗯、好，谢谢庆庆，来，这是 Y07 豆沙粉，来 Y07。豆沙色，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素颜妆效的女生，就是那种很优雅很高级，然后很不挑人，而且很好搭配衣服， Y07 必买，就是涂出来就是小红书的嘴巴。傅红跟他们打个灯再看一下，这是没有打灯的情况，我们再打个灯看一下 Y07 号色，打一个光上去就整个就是小红书的嘴巴来了，很漂亮的哦，这支颜色也很漂亮， Y07 很好看。我先推荐一个好不好，我先推荐一个 R 系的给大家看，这一支颜叫做 R02， 老，这是02哦，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诱惑，这就是你们要买的口红，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打灯给你们看，这支颜色黄皮没有任何问题哦，我不打灯是这样子，我打一点点灯更加的璀璨，因为它是滋润质地，就是真的它完全不厚，很薄很薄的。这支颜色好不好看？来给他们，给那个橘鱼出梦哦，哇哦，素颜涂这支颜色没有任何问题，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带闪吗？不带闪，就是它的滋润度跟光泽度。来全唇，全唇，现在不可能说，我知道，我知道 I know， 美不美？哦，这支太好看了，这是X Y02，是小助理推荐的 Y02 杏仁奶茶色，这种颜色就真的不用拉的非常明显的线条，就是怼上颜色，怼两下，对，不要画唇线，随便怼两下，好了，就这样涂比较好看，不要画很明显的唇线。如果你不会画很明显的，就不知道怎么画这种雾感的话，你就把它画完唇线之后，用手抿晕一晕它，用手晕一晕，或者你用手指沾你的口红，然后这样点一点，就是要有一种不均匀的感觉，就是那种男生分不清楚你的嘴巴唇色是这样的，还是你画了口红的感觉。Y02号色有点，奶茶色，杏仁奶茶色，就是薄薄一点点哦。这个就是薄薄一点点的颜色，就是让你的嘴巴颜色亮起来，但是不夸张的。这个叫做 Y02 清风晚星，然后全唇的颜色给你们试一下，它偏橘，它不是偏粉，它偏橘。然后第二种画法是你保留外面这一圈，然后把里面涂深，然后你把里面涂深了，就外面涂晕染。反正永远记得这种浅色，外面一定不要勾线，把外面涂晕染，里面涂深，它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了。就是我跟你说，心机一点，你去酒吧的时候，别人涂妖艳贱货的正红色，你就涂这种颜色，秒杀他们，人群中突然就亮出来了。哦，这支颜色好看，怎么办？这支颜色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很少出现这种颜色。这支颜色真的很好看哎，真的很自然，很自然，很好看。我喜欢 Y02 啊，我终于推荐了小助理，终于推荐了一支颜色是我喜欢的。来下一支，好，来 Y05，这支颜色就是真的非常的出彩，就是你只要对你的皮肤颜色有自信，然后你的妆有自信，是一个自信的女孩，涂这种颜色很美，就是韩国女明星人手必有一支，就是很亮肤色，而且显皮肤白的一支颜色，会显得你皮肤真的很白很白很白。好，来我们下一个吧， R04 有点太浅了吧。不会太浅的。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晚我就口红就很想听你的。这支
好看吗？就是起床第一件事情涂的颜色，就这支颜色，就是一点点的，一丢丢的颜色，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颜色，它也是比较偏橘色调的一支啊，橘色调的一支。打光怕你们受不了，蜜桃色啊，对，打光怕你们受不了，最近的打光真的怕你们受不了，很好看，对不对？有没有？娇艳欲滴，很自然，然后全唇，我把它涂深一点点啊。全唇，聚焦，聚焦，这是全唇的样子。好，来，我们下一个，来，我们来看 Y04 是真的好，随便涂的一支颜色，真的随便涂的一支颜色，也很自然，就是很像 Y9316 那种风格，但是有点偏橘，它没有那么的粉。这支好看吗？好看吗？是好看，对不对 ？Y04 秋雨低喃 ，Y04 好吧，从再涂深一点点啊。这支颜色聚焦好来了，这支 Y04 就佳琪说很想要推荐大家的颜色 Y04。 好，来我们下一个 Y08 号色。嗯，我也觉得 Y08 Nails 不要 No 不要买，不要买，超难看，芭比俗，芭比这个真是芭比粉，超俗，真的 Oh my god， 艳俗。给大家说一下必买的几支颜色，第一支 Y06， 第二支锦绣未央，第三支 R0 啊，第四支 Y0 啊，可以，第五支 Y04， 这五支颜色真的随便买哦。我跟你说这支好看，这支很好看。R03，我试太多，你们真的要买很多。看一下 R03 云赏佳人，很美，云赏佳人很好看，也是一支很淡的颜色，可以再加一个 R03，比较推荐的颜色。是的，嗯，喜欢佳琪可以多点击关注一下哦，谢谢你们的支持。